齐天大圣带了个引援，行啊。不感谢办卡，谁办了？那也没有人办呢，感谢啥呀？来把啤酒人，我的征服者啤酒人行不行？正常啤酒人好像不带征服者，带错了。打个猴无所谓了，带什么都一样。记住，啤酒人啊，应该带不灭的。我这反应用 E 来断猴的 E 可能反应不太行了。反应不行，先等个 E 啊，吸地了的。来吧猴，来再 E 我，再 E 我，你意不意？你到底意不意？哎，这就对了。猴意我，我们就意他。哎，扣一下，我重砸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，那老猴跟酒桶对线。啊西，哎，致命点烟。再见，记住这一波要先抠，炸了以后再闪现拍，如果先闪现一个砸他有可能就跑了，知道吧？走回家了。我们征服者酒桶来个右装的啊，来个右装的，先来个小反甲走。马格拉干嘛的？马格拉改版啊，不是改版的，打野呀，改什么版？改版马格拉打野没见过吗？他咋啥也没见过呢？你们怎么什么都没见过？没见识。喝酒，重砸，抠一下 E， 这个 E 没给他断掉。喝酒。不行啊兄弟，他 W 没放，俺俩不好杀呀。来控波线儿，我不适合玩酒桶，我玩酒桶反应太慢了。酒桶必须得是那个 E 技能啊，可以把猴的 E 给断了，我是真是断不下来，反应太慢了。抽一下，行，耗着点血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我这哈子抠的准呐！都时间到了，我们马上溜啊！这猴好像有闪现。嗯，他有闪现。
尝试一下能不能越塔击杀啊，这波兵线非常多。我操！我非常想越塔杀他这一波，我是相当想杀他了。咻！哎，干哈呢？这哎呀，这！哎呦我靠，我是真是佛了我。喝多了不是，他身上有我那水晶瓶底 buff。 哎呀天哪，这个那也不应该砸我两下啊，这防御塔咋一下撑死了，怎么砸了两下呀，妈呀这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这个失误有点大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失误是相当的大了，有点致命，有点致命。本来我们打着猴这。是无敌的，我砸，我干辣来了，炸！你要干嘛呀？这莫干拉什么意思？走你！哎呦我！我们先闪一手，不行，闪不出去了。这莫干拉要我圈儿啊！来一个小日炎吧，出一个魔抗着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给我守波塔吧，兄弟，防御塔守一下呀！你这塔皮能让他白吃吗？哎，他没有那啥了，这猴。没有蓝了，走，我们吃他两层塔皮去。不是说下饭，我这把天赋其实不太对。哎，500块，正常酒桶啤酒人呐、啊，应该打上路打着猴应该带不灭的。我跟你们搁那你话我猜呢，分心了你知道吧？没有打出那种效果。我带个征服者能有个什么用？别着急啊、哦！闪点炎，这蛤蟆跟我搁这把这猴给他玩死，可以啊！哎，把塔拆了可以，然后我去支援队友的。
我们就右就可以了。走，再来一波，然后我们日炎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好，回家。来个西地海，那是真傻逼。我们来一个魔抗斗篷，哎呦，双杀了。我们往东路走一波啊，看看这马尔扎哈能不能杀，尝试一下。漂亮啊，来来来，一过来，咻，闪现了。他咋那么装杯呢？啊，这人为什么如此之装杯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你打我干嘛？我又没扛他，那 ADC 扛的他。走，俺俩去下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往下走往下走，卡牌飞了。左边有猴，又没打过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。那德莱文没有蓝，踢得不好啊！来喝酒 ，E A Q， 抢人头呀，还挺用。拆下路的塔，跟我。三级 Q 复役吧，哪来的莫干了？回家，嗯，不回家，打个龙吧，可以，这龙可以要啊，带来一波节奏起飞。你大爷的，喝酒一过来爆破酒桶，你俩杀我，喝酒别急，可以杀，重锤给大一走，回头杀，喝酒先杀个鸡儿呀，要不然那给杀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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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队友挡一下 Q。哎，诱弹冲击，老猴炸，这猴怎么的？猴有闪呢？一他，你这明明可以不死的，为什么要死？我没明白啊，为什么要闪？你就别放 Q 了呗。来个水银海，咱们得把这出个振奋呢，出个振奋。这魔法伤害这么多，整个振奋，我们就右就行了。这把就拿日炎打伤害啊，打一打功能性其实就行了。主 W 有虚区，百分比掉血啊。喝酒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致命点燃，砸一下，看你们的了啊！来喝酒，把这猴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吃个药，靠，没打赢，我没想到，哎，不过还行啊，这也算是打赢了。哇，泽拉斯有点猛啊，尿他。哇，他尿的好快呀、啊！哇哦，一波四换二，可以啊！多亏了我们这波，把自己给卖了，兄弟们。
多亏我们这波把自己给卖了。还脚本呢，脚个屁本呢，那四炮空俩还脚本呢，他就是尿的快而已。别老看一个人就脚本。哎，砸。哎呦，我这没干了，滚动酒桶，师傅一砸，四个药来啊，请萧刚德莱门给我回来。喝酒，诱弹冲击，过来，没事随便打，不掉血，喝酒就是这么用，滚动酒桶。扫描一下，诱弹冲击，喝酒砸，点跳弹来往右走来，喝酒给我尿他，诱弹冲击，你还烧起来了，给我烧来，谁死了？那算了，别找他打了，拉倒，都死人了。滚动酒桶，诱弹冲击，我走了啊，兄弟。这个莫干辣还挺狂，你还别说，守一下中塔，中塔不能掉啊。哇，这蛤蚱 Q 的瞬间 R 回来了，有操作的。来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我的队友有点厉害。喝酒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回来，什么意思？你还挺骚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给我杀这只猫，喝酒砸，你顶过去，你顶个鸡巴毛，滚动酒桶，杀个猴，尿他，啊，诱弹冲击，放个桶子砸。一波了，哎，这老猴先杀德莱文，我平 A 喝酒砸，滚动诱弹冲，诱弹冲击，喝酒砸，杀猴，滚动酒桶，不行了，这没有虚区了，这快跑。哇，这猴，这猴猛啊，这猴，这猴加个猫有点无敌了。嗨嗨嗨嗨嗨嗨，耶嗨嗨，我可上不去啊，我只能说是尽力了。我出一个带翼的月板甲，哪有冰拳呢？这版本就只有双火护手。
你要出你就只能要么出分离者，要么你就出那个三项，要么你就出乌妖，只有这几个能出的。来吧，来一杯吧。滚动酒桶重砸回来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呀，这为什么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为啥没回来呢？不对呀、啊！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。哇！哎，诱弹冲击，这猴有点意思啊！喝酒，往上跟啊！晕他。来，诱弹冲击，滚动酒桶，喝酒接重锤，吃个药，老猴子，来，老猴子，哎，诱弹冲击 ，Q 砸，喝酒，来，等他放 E， 算了，我先一走吧，滚动酒桶。哎，这猫也太恶心了，扫描一下给我晕它，诱弹冲击哪去了？哇，这个猫好恶心哦，这个加血加的，哎，好疼，要不我打个大龙或者一波也是可以的。